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今天和我妈去地里摘下棉花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我又快要冷了。我用用来暖点儿。不用了，太晚会着火，我没有那时间。走，啊，走吧，走吧。啥子乌鸦啊，大年的话。是，嗯，咋不了？下一站后吧。走，下一站。我去那边摘吧。走，去吧。嗯、我还要这些委屈。嗯。在那后站的话。走。那啥验证书了没有？我也就凑个堆儿。也于是我不来呀，巧嘞。不来哈。咱就下在这边摘吧。但这这两天过了，他抓着跟那边。这两天。嗯，再抓抓回。你瞧，这里有个小拉胡同的，又说这两种可口精的。中。是啊，这可得口精了。吃到后个头上了。嗯。一枪就长好汗劲儿啊！把鸭子里鸡不用筷子拉了，地拐屁拐了。走不中咋花花？我不花了，我就是拉了了。你不花？嗯。你不花，我也不给你花了，给我带进了。看了倒真神经。嗯。那啥水，你要这样拉能多少？嗯，好里头多，好的来着，扣开的，不都有用？中中中，嗯，总不能要浪费了。嗯，我总是细心啊，你就放心吧。中，我摘了后吧，就有了份了，这老实了，快熟了。是啊，嗯，过了半夜也都可以了。现在你瞧过了来儿，嗯，瞧过了那边站着就该白玉树了，站着就是白玉树。就俩就是丰收的季节，酷吧？回来了，大概在好些老师家住了去。中，好些吃不中。像今年把这老师拉不来了，涨。嗯，涨了不来，也不少啊，今年。嗯。看人这饭份快啊，真是叫我倒开牙去，甩我做牙去。哈哈哈！他这香菇是拉的，也没少占了后。我还得一直提着拉了，一直提着走着的。那这些就走就中。俺都站了多了，还撒了小东西。站了多了就可以了，松手了。嗯，是啊，摘完了。还是溜上快呀、啊？哎，溜上干活快。不是摘完了，我去给还去跟还是老师吧，不是在家吃老师了。中啊，那能煮着吃了？能了，我去还是给要跟煮顿下子，中中，你来讲的事儿。中中。这还得往下拿拿它嘞，嗯，圆圈拿拿，这一筛才多呀，可摘了不少。没懒，妈妹儿也懒了啊，走。嗯，走了很多回了，回来洗洗，还沾水呀。今年的老师还不来了，不来。今年的花生挺好的，就是太泥了，看不到花生了。你可真是在俺娘知道在家吃老师的好真行。在家吃老师，回去了咱可种种。走，暂时下，咱可暂时呢，不相逢。你说嘛去了？嗯。